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也不能让我放弃你。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我依然守护你。傻哥，他怎样了？我觉得你不要再管他了。他如果肚子饿的话，他自己会吃啊。大不了就把他饿死算了。哦，你看，就这死样子。哎。哎，哦，你们这些人哦，哼，不管你们。我知道你醒了，我只是帮你带了些鲜花，顺便问你要不要和我跟傻哥吃早餐。你总该吃点东西吧？那我把早餐端过来给你吃好不好？不出声就是默许咯。好，我去拿。早餐来了，那我放在这，我走开，我不会偷看你吃早餐的，我真的不会哦，我放了。这个问题啊，就算知道我是谁，那又怎样？我名字叫夜莎，来自很远的地方，我靠卖画为生，
被我好朋友傻哥收留。可是，就算知道名字、身份、背景，那又怎样？我还是不知道我是谁，我还是不知道我的生命为什么来，为什么去。所以我就到处旅行，到处流浪，交朋友，看世界，一边游历，一边寻找。慢慢的，我就开始知道自己是谁了。那你是谁呢？虽然你现在不知道，可是这可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好机会吧。小姐，我把我的幸福交给你。我抓住了，道明寺，他抓住了。进去嘛，山菜。山菜，山菜，你在干什么？因为这 S 就会出现吗？山菜，你不要开门。没错。山菜，开门啊！没错。累。我要回去睡了。什么事？你还会去睡觉？没错，你这么大都搞毛就对了。这也是我错吗？我知道你是担心山菜跟阿四，可是你这样……你说我做什么都不对。不是不对，是你这样说错了吗？我做错了吗？难道我只能看山菜折磨自己，看不下就去睡觉？你一定要这么激动吗？我有啊！冷静一点，你们两个。出去吧，有话没说清楚。不管你在哪里，我一定会找到你。知道你是担心杉菜跟阿四，可是你这样你说我做什么都不对。不是不对，是你这样说错了吗？我做错了吗？难道我只能看杉菜折磨自己，看不下就去睡觉？你一定要这么激动吗？我有啊！冷静一点，你们两个。出去吧，有话没说清楚。不是要讲清楚吗？没错，山菜现在都快崩溃了，唯一能帮他的只有我们而已。难道我们不应该冷静一点吗？因为我不想啊。你跟我讲，我们怎么冷静下来？山菜的痛苦，阿四的失踪，没有一件事情我们能帮忙。你说，我们怎么冷静下来？没错，从小到大，这是我们第一次遭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也是第一次知道，我们 F4不过是个普通人。英德毕业以后，
F 四只不过是友谊的代名词，而若连友谊都经不起考验的话，我想我们不如在西班牙就地解散算了。解什么散呢？难道你要再找三个西班牙人组团一个 F 四吗？那你们不能叫做 F 四，要叫 S 四 ，Spanish Four。你休想啊你！你也别想会放过你。怎么样？现在决定解散还是不解散？不过这个荣幸，请两位永久成员去喝杯酒吗？好啊，走吧。拿一下。等一下。既然不解散了，有一件事我想跟你们说清楚。还有什么事这么严重啊？就是以后绝对不可以不让别人睡觉。
你要带我去哪？累，放开我啦！你要带我去哪里啦？累，你放开我啦！你放开我啦！你不是要找阿四吗？道明寺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也知道他迷路了。你想念阿四，阿四一定更想念你。你想见阿四，阿四一定更想见你。虽然不是你找不到阿四，而是阿四找不到你。三菜，阿四迷路了，回不了家了。那也许没有太阳跟月亮，也没有星星跟灯光，只有你的声音才能指引他唯一的方向。所以三餐喊妈，你难道没有看到阿四就在那里吗？如果你再不呼唤他，就让他回过头来，又怎么能看到你？道明寺，道明寺，你在哪里？道明寺，你听见了吗？我是谁？我的星星出来了，我没骗你，他真的是我的星星，我叫他勇敢夜杀。你知道他为什么是我的星星吗？那年我参加了夏令营，贪玩脱队迷了路，一个人在山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越来越黑，我就越来越怕。他就出现了，很亮很亮，好像在对我说：“夜莎，没什么好怕的，你一定可以。”结果我真的找回影去，所以我就叫他勇敢夜莎。嗨，勇敢夜莎。你很幸运哦，我的勇敢夜杀不是随便看就看得见。他很调皮，常常躲起来。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到空旷的地方等他出现，就
就算今晚上等不到，明天一定会，或者后天，或大后天。我一直那么坚信的等待，后来我发觉等待也是一种美丽，等待星星，等待灵感，等待葡萄成熟，等待好酒酿成。当你体力好耐力足的时候，等待就是一种发现，让我重新发现许多在我身边经过我却忘了留意的。原来我错过了这么多美好的生命。我相信你也一定错过了什么，比如说美好的食物。不知道今天晚上傻哥煮了什么好吃的。我知道你没兴趣，可是我可不能错过。不打扰你了，你就站在这里继续错过一切吧。拜拜。别等他了，我们先开动了吧。再等多一下了，傻哥，应该快了啦。都等那么久了，有耐心一点。回来了。回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动了。来啊，一起吃啊。吃饭了。来。发呆到什么时候？他在想事情啊。想事情？他如果想得到的话，我就……这些菜都蛮好吃的，不要客气，尽管动手。哥。对对对对。你都没吃怎么可以呢？来来，吃一点吃一点。哎，你不要这样老瞪着我好不好？捧捧场嘛。哎，我以前搞过餐厅的，而且这几道菜啊，是我这几年在西班牙学的道地的好菜，很好吃的哦。起来。啊，去哪里啊？我们在家怎么吃啊？走。这是我家哎。走了。刚才不是说你搞过餐厅？我搞挂过餐厅，你知道吗？那
客人一多的时候啊，害得手忙脚乱摔几个盘子。如果说没有客人的时候啊，我就跟客人哈拉，然后呢喝几杯酒，晕懵了再摔他几个盘子。你说这样子，老板不被我搞骂才怪。我烧的菜不捧场就算了，连我的笑话都不捧场啊！我去看看。连你也不捧场啊！嗨，我知道你嫌我烦，可是你至少让我帮你手上擦药好不好？听话。伤害自己、封闭自己这种笨方法是不会帮你恢复记忆的，你可以用一点科学方法，比如说你会讲中国话。会讲中国话的地方不只是中国，傻哥是从台湾来的，他也讲中国话，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你可以努力想想对这些地方有没有印象，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不要急，慢慢来。我知道了，你没吃东西，营养不够，所以想不到。我帮你把晚餐拿过来，你吃点东西就比较会想。我去拿。我马上回来。腿好痛。奇怪，你一出现就不痛了。中国有一句话，狗急了跳墙。我今天才知道，哑巴急了也开口说话。要不要再喝一点？整个酒庄里面哦，任何一个桶子他所装的东西呢都不太一样，过来这里了。然后呢，他因为呢他的级数不一样，所以酿出来那个味道也不一样。来，过来这边，这边小桶的呢，远远看那个小桶的里面呢，它的那种
级数更高了，价位更高。状况，你看这个里面那种感觉，是不是？哦，我想哦，待会哦，我们应该开一瓶酒，好好来庆祝一下。有什么好庆祝的？至少看到他第一次叫我名字的份上，你说该不该庆祝？对，一定要庆祝，啊、我们今晚好好的庆祝，好不好？桃叶很美吧？哦，就跟你说，开始发觉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感觉很好，所以我每天都写日记，把所有我发现的东西都记下来。哦，可是我最讨厌被人逼哦。嗯，记得老师第一次叫我们交什么日记作业的时候，嗯，我一气就画个马桶给他。画个马桶给他。嗯那我比你有学问多了。真的吗？我写了六个字。哪六个字？老师我不会写。嗯，哎，这一瓶酒是为你开的，捧个场吧。嘿，嗯，银色味道跟口感 good balance。 哎，你也会喝酒啊？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会品酒啊？很难吗？嘿，我学了800年才学会品酒，又学了800年才认识葡萄，又学了1800年才学会酿酒的。你是妖怪啊？喂，不要叫我喂。哎，不如我们帮你取个名字吧。你喜欢人家怎么叫你？你休想让我叫你帅哥哦。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取名字，我曾有个名字。都怪我啊，都怪我不好，人家好不容易开心一点呢，都怪我这个猪头。是我闯的祸，当然要怪我啊。没有，怪我，是我得罪了他了，要怪就怪我。怪我？嘿，我求求你好不好，把宝座让出来，这次怪我好不好，我的错。Thank you.
山菜汤。嘘，不要说话了。累，我很想你。我想离开法国，你觉得呢？你知道了，别人的事我没有兴趣。你有喜欢的人了，是不是？是我认识的吗？是山菜。心中，你曾经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是现在我们只是朋友，以后永远也是。还是没有消息啊，那麻烦你继续追踪，一有消息我们马上联络好不好？嗯，好好，那就这样，谢谢。现在所有的可能只有一个，就是阿斯特妈妈。那我打电话到纽约去问问看，路阿斯真的在他母亲那里，就算我们打电话过去也没有用。以阿斯他妈的个性，绝对会隐瞒到底。山菜，我来打。Change the schedule to tomorrow. Excuse me, madam. This call from Spain. She's Mrs. Sunshine. You may go. You have the right to call me. Is it right? Nonsense! You have the right to call me. You have the right to call me.你快点告诉我好不好？要不然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失踪？阿四失踪？哼，脚长在阿四身上，我管不动，也管不了，更何况是你。山菜小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阿四的好奇心一向是很有限的，玩腻的玩具，他是绝对不会再留恋一眼的。我想阿四失踪的原因是不想让你找到他吧？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你害阿四吃的苦还不够吗？他为了你失去原本的快乐，失去我对他的信任，你凭什么拥有他，却让他自己承担所有的压力？他现在所有的遭遇都是因为你的自私。没有事的话，我要挂电话。等等。好，我答应你，只要你现在告诉我道明师是你带走的，他现在很平安，我发誓从此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他面前。很可惜，山菜小姐，我对于你的保证已经失去信心了。求求你，我发誓，我愿意接受你任何条件，只要你告诉我他是平安的。好，看在你的诚意上，我就告诉你。没错，阿四现在非常安全，住在纽约，他好得很，
就请你记住你说过的话，永远不要再出现在阿四的面前。立刻联络巴塞罗那。真的是他？至少我知道他是安全的。我们现在就是纽约杂志，回台湾吧。我相信阿四一定有办法回台湾跟我们会合。表情不好，你应该画阿星的，你知道吗？我们夜莎是专攻人背影的，她画的每个背影都很有表情的哦。为什么只画背影？因为没有人看得见自己的背影啊。哎，对了，你衣服洗好了，放在你房间。哦，那这个是什么？是你的吗？龙山寺是什么？龙山寺。嗯，龙山寺是台北大大有名的庙。台北？嗯。你身上挂着龙山寺的东西，龙山寺又在台北，所以也许可能 maybe 是台北人。台北人，太好了、我们有线索了。开心一点吗，阿星？我们明天就去台北办事处，你很快就会找到带你回家的星星了。回家之前，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们在说什么？不让我听到。不让你知道。阿星，快啊！快！你看，你看，你看到了。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你碰到巴塞隆的一个很特别的假日 ，San Juan, Saint John。你看大家在放烟火吗？就代表用火把所有不好的东西、所有的魔鬼 Diablo 烧掉、赶走。烧掉以后，明天就是重新的开始。就好像你啊，明天就是你重新的开始。This is your magic moment。我们也来放烟火吧。好不好？快走啊！哎，我们来放烟火了啊！去那边填写哦。关于这个失忆年轻人，有任何的消息，我会立刻马上通知你。OK。谢谢。不会，在那边。嗯。